在我们上课影片开始，请同学们帮 Kevin 老师一个小忙，协助按一下订阅频道。那订阅频道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及时收到 Kevin 老师的影片通知咯。好，就在右下角按下去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左边这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给 Kevin 老师，您的任何的留言 ，Kevin 老师都会用心的看过并回复你哦。那希望我的课程对你的日文学习有帮助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正课开始吧，加油！来来，黄老师交给你，我来后分级的，来，这边交给你，我来第二位后分级。今天其实Kevin 老师给了我这个歌词的时候，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这是什么歌？其实这个是中文我在日本常常会教日本人唱啊，结果原来是月亮代表我的心一起。刚刚Kevin老师已经解释他的那个意思那我们大家呢，你要音乐吗？不用，听唱吗？好，你要音乐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就一起，那我们大声唱，因为这个音乐大家应该一定很熟悉，就是邓丽君，对，他唱。好，来。各位我们那时候有教过动词原形嘛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帮你复习一下各位，什么叫做推形？屁股有黑的。什么叫做耐形？屁股有耐。耐，可以好。那我们动词是有分类，一二三类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二三类是有动词的原形，对吧？耐形的概念性确诊了OK 动词原形。动词原形不是只有现在式过去式有没有？有。否定有没有？有。好，那其中有一个叫做他形，他形就是屁股的他，它本身是个原形，也是个过去式 ，OK 吗？可以好。那另外有空动词原形如果加名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翻译要加一个字叫做的。所以来，米阿给达它是过去式我没有讲过，米阿给达叫做抬头看，没有。然后压起来就抬头看嘛，对不对？那后面是天空嘛，对不对？那红色框框框起来的中文怎么翻译？看天空，看的天空，对不对？对嘛抬头看的天空嘛。那他形的他过去式我们有说过不翻译，原因是因为在中文如果你说抬头看过的天空是可以的，那。在我们的中文，如果你不加过，抬头看的天空，不晓得已经发生了还是可以发生，对不对？在中文听不出来，可是在日文可以为什么？因为有个他，他就是日文的过去式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所以变成日文，假设没有加那个过，我还是知道的。那我如何让时态能够更稳、更清楚的表现出来？只要在前面加个时间，昨天抬头看的天空。所以过是可以不要讲的，没错嘛，对不对？昨天抬头看的天空 ，OK 吗？好，那再来，这个呢，我们有说过，它是一个助词，助词就是帮助的一个词，那每一个助词意义都不一样。那我先告诉各位，这个呢叫做在，还有印象吗？好，我怎么知道这个呢叫做在？我告诉你怎么发现它的，因为助词是后面跟着前面，呢是跟着前面那边的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天空？天空是一个地点，所以这个呢就变成地点专属的呢，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地点呢。好，那就回到中文你的地点呢的中文要用哪一个字来讲，知道吗？叫做在，所以这句话就变成在抬头看的天空。后来，那国语要让它更流畅，注意听我们的国语有一个文法，你们都没有学过文法，因为你是台湾人，你不会学国语文法，所以我先跟你讲。当地点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中文会习惯讲后面还有一个修饰词叫做上跟里，注意听，地点如果出现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上跟里，注意看在抬头看的天空上，这是第一种。再来第二种，在抬头看的天空里，到底是里还是上？你快点，懂意思吗？可以懂意思好，那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你注意听来这是我们中文的习惯来，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假设这是一个地点，注意看我画面这边来，这是一个地点，我手是个地点，可以吗？看见手是个地点
来，那我说过地点是不是可以加上跟里，对不对？对。上或者是里，对不对？来，所以要怎么翻？在什么？手里。对，那在手上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来，你女儿在我手上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我勒个怕，我们早不该在出头，你是哦，那我可怜啦。你的钱在我手里，有没有？你的证据在我手里。好，你在我的心里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你在我的心里嘛。好，注意哦，在我的心里怎么讲？来，注意看哦，在我的心里，我的心叫瓦达西诺。来，心叫做什么？哎 ，Kokoro 嘛，哈 ，Kokoro 哈。来，瓦达西诺 Kokoro 咪，到我的班，在我的心里。为什么它是在？因为心是个地点。那我的就是修饰嘛，哈。在我的心里，这样可看得懂？好，所以概念是这样子哈、哦。所以这边那个咪就变成地点咪，在抬头看的天空。好，啊，那个蛙是干嘛用的哈、哦？蛙我们在第一课有教过，它是不是告诉你谁是主角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通常助词都是几行节，一个人一个。啊，这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助词合在一起了？有。有哦，好，这用眼睛看得出来哈、哦。这时候，我先告诉说，日文有很多助词，其中有最大跟最小。最大是谁？娃。好，那这个老大具备有一种特征，是他可以包容性很大。你做多寒呢？爱娃的照顾意念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包容性要大。所以这个娃它有个特征，它会跟其他人合在一起。好，它就会跟其他的助词合在一起。那它干嘛用的？强调而已。好，是啊，强调干嘛？强调没有干嘛，所以。你要强调不强调都没关系，所以哇，你可以忽视它 ，OK 吗？所以在抬头看的天空里，是看得懂的。好，我上礼拜讲的哈。好，然后来，有没有看到 Zuki 是什么？月亮。来，那后面有一个 no 就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阿咖喱什么意思？明亮。明亮嘛，哈。所以 Zuki 的阿咖喱要记住哈，这个叫做演歌，演歌的含义内容其实没那个。要看你个人的造诣。我昨天有个学生打电话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是你 YouTube 的订阅的忠实粉丝，在你订阅数只有2000人之后，我就开始看影片，看到现在13000，好，我现在是13000。阿美，你看你哥多两个零，好，叫1300000，好，扣两万，我今天哈，好，他就说我从以前看你影片，阿丽娜很难学我啊，老师，我都怕你死哈，啊，他为什么要来看我的影片？”因为在好几年前我就开始教月光闪闪，他就跟我讲说，老师你月光闪闪的翻译哇好清楚，我很喜欢。那他跟我说，因为很多演歌解释内容是含含糊糊话我，那我跟他解释为什么，因为歌词每个人理解程度不一样，翻译者他不一定是日文老师，他也不一定日文很好，他以后刚刚的会翻译人，所以翻出来是不太一样。好，一样这边 Tsuki no Akari， Tsuki 是月亮， Akari 叫明亮，它、啊、怎么合在一起翻译起立中文造诣，这样 OK 吗？那我可以说月光的明亮可不可以？月光的皎洁明亮可不可以？好，按我们硬把凹挂凹过来叫皎洁的明亮可不可以？所以就看每个人的中文造诣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、哦。所以来各位，所以月亮的明亮，月亮的光亮，皎洁的明亮，日文怎么说？Tsuki no Akari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好，那我再换另外一个，你注意看哦。这是日文的延伸出来了，注意看了，来，什么意思？这的明亮是啥东西？来，小声。车灯哦。哎，有卡片的哈，蛮可惜的。车灯明亮，车灯。卡片的。啊，你知意思无？我即个人足奇怪，我永远就拜无。哈哈哈！哈，阿咖喱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吼、哦，好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来，看你的国文造诣好无？来，哎，看这句话在什么讲？哦、大家很棒，会念嘛？哈、哦，来，哎、欸，两张才是艺术，是哦，来，这什么意思？公司的玩家，公司什么？你注意看哈、哦，大家都会念，对不对？
就看它怎样念嘛，英文吼，如果写成字母，你怎么念嘛？啊，但字母是不是很简单？哦，会念等于懂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哈。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公司的一盏明灯。哦，不是差很多，你看有没有意境？有没有？有。对。哎，好，啊，那这样子看懂了。来，各位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阅读知识。你刚才阿卡里尼啊，阿里国话版的用法。哎，这有点像什么哦？我最近感触很深。我女儿刚好在学中文，从注音到国字哈，你在意思哦？然后她就开始学了很多字。哦，你刚刚讲那个，爸爸，我可以闻一下我的臭蜜摩卡声。那我每次说她臭蜜摩，你知道吗？她就开始提臭蜜摩是什么？然后因为运动完之后身体不好闻，就臭蜜摩。然后她就知道我每次说我改你卡声，她就说来爸爸来，我臭蜜摩卡声给你改。他的阅读知识就越来越多，聪明我可以牵屁股了，可变头发，可变身体衣服，可以哦。那我再给你一个字，你就看得懂我讲什么了哈、哦。来哦，注意看哈、哦，一样哈、哦。来，这个我照抄，啊，你就知影。来，啊，你就看有啊。来，什么意思？不要去念它，那个来，你看就好来。是不是很明亮？你偷偷看，你这个无认真看。啊，那啥，你，然后呢？是我人生的，你是我人生的明灯。对哦嘛，阿黑也看我，哇，这叫阅读知识、阅读经验。哎，就难的吗？没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。对。啊，阿卡里看我，只看到阿卡里哦，月亮的皎洁的明亮，你比照月光、月亮的灯，比照那该安稳的我也慎死嘛吼。所以演歌他的意见很深，好、哦，我在猜了哈、哦。月亮的灯，意思是在这个这么大的天空，暗飕飕，暗的跟他点会，有没有？月亮的灯，月亮的明光明亮，照亮了全世界的概念，这样可不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延伸出来，阿、啊、老师，阿正吉跟他聊，对，我们就要去认识他，对不对？阿、啊、刚才你会了嘛？哈、哦，来。来，大家来讲，来人生，大家来讲，人生，人生嘛吼，好，人生，啊，人生吼，那我问你吼，欢迎大家来讲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阿个读读哦，有心了，有没心吼？人生不是有心吼？哎，我看，我阿心看到大家没到，老师一定有心，有没有？这，是，你刚刚说我的那一集吼。如果弄是换调换位置的话，就是我讲的意思。哎哎，什么意思？来，直问，再讲一次，直问。是答的跟你的答案差很多。如果弄跟花是对调位置的话，就是我刚刚讲的。怎样？弄跟花对调位置的话，这边怎样？就是我刚刚你问我的啊，不对。再讲一次的答案。我刚不是说啊，你的公司很明亮。如果弄跟花对调的话，是不是？你的公司很明亮，那完全不对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，来，no 跟 y 哈，来，我们透一下，没关系，所有词都可以这样子换哈，来 ，no 跟 y 哈，好，带你哈 ，no 跟，不是上一题老师，因为每次我们哦这个，对，两点就是这样子，我们一个公式，错就是一个满的，哦，公式是一盏，那开销阿卡里的是，这个有点怪怪的，这怪怪那个哈。你的公司很坑的，你的公司很坑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个你公司很亮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那个开销阿卡利迪斯，哎，不能用这个亮，我有点不太适合，要换那个词给你哈，就是这个词用去不太适合了哈。来，不是你听我说，这个应该，你先听我说哦，你应该改成你的公司很活泼，哎，你的公司很亮，怪怪的。对公司就跟呢，没有我中文表达没有，我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错，当天我哎，那公司就跟呢，好啊，改成猎头就跟呢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可以哈。那这样子改，它那个明的话就要去掉，它变成那个另外一个灯的那个上去。灯哦，等会。哎，那就因为他说公司，你公司那明光，你公司就快，哎，三，那就老师，我是要问这个题目，然后最常发生的错误，翻译错误。嗯，行行行，不是弄花的方式不对，对，我跟你说用词的不妥，对，你要记。
我要用古语讲哈，我用古语讲哈，来，我要睡西瓜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好啊，但是有个怪怪的，有，因为那个西瓜不是用来睡的，用来吃的，这样你懂意思吗？可以哈，好，那文法没有错，就是刚才子柔他的文法也没有错，但他放错了什么字？好，再来他讲的 no 跟 wa 这件事情，我们因为它是助词的哈。所以我们要先回到回答一件事情，蛙是干嘛用的？蛙是助词啊，助词好，蛙是助词，那助词有好多种嘛，哦，那我蛙是一个助词，它叫帮助的词，那蛙它帮助你什么事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告诉你谁是主角，嘿，上行外主角嘛，哦，所以你的句子里面一定有个主角，那当然这主角可不可以省略掉？可以哦，我们有说过日文很喜欢把你我他拿掉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所以这样跟这个在慢慢累积经验，对，所以我在看句子的时候我要怎么办？主角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 another 的看一下就是你的公司，对吧？哦，啊，你的公司很亮，哦，这样是翻译出来的。那因为你会翻成这样，是因为你是放错了嘛？你的公司很宽广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哦，你的公司很活泼，你的公司很糟糕，是不是就可以放词进去了？对吧？那我们现在不想其他的，就明亮这个东西拿出来用，就跟了嘛，明亮就是亮嘛，所以你是我人生的明亮，就是变成延伸的哈，你是我人生的一盏灯，所以阿卡里可以变成灯，可不可以？小灯可不可以？野哥就是这样解释的，好，那就是类似这样的消息，这样 OK 吗？所以只听到阿卡里，你可不可以懂他的意境的？要懂之后，你歌词看起来会很舒服哦。所以我们要请黄老师教你唱的时候，哦，原来是按钮，你唱起来会很有 feel， 你知道吗？好，来，那注意看哈，哦，注意看这边哈，哦，然后我们要开始认识助词，这个 O 是另外一个助词，帮助的词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说过，他告诉你，他不用翻译，他告诉你句子要从后面往前翻。好，所以我们先看前面哈，哦，前面这边有个词我们有学过。提优拉干呐，有没有？那个拉就是拉形容词的拉，哦，屁股的拉叫拉形容词，屁股有一叫一形容词，那这个拉就是形容词的，那什么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叫做冷冷清清的，啊，什么叫冷冷清清？啊，就要理解你的中文了哈，哦，冷冷清清是很多还是很少？多的，就是薄嘛，冷清嘛，哈，哦，啊，不是冷明哈，哦，来。可能优鲁是我们第一课所教的，什么意思？可能是我们第一课教的，只是在名词，叫做这个。这个什么夜晚？啊，合起来怎么说？这个夜晚是冷清。不对，这乱翻。好，哦，这个没办法。冷清的这个夜晚。冷清的夜晚。哎，你慢慢把我们写在一边。你不能回我说，老师，你喜欢在比赛里翻，啊，等等等，安尼写，你想不想你敢翻滚？你懂意思吗？他明明就写什么冷清的这个夜晚哦，哎，老师，我可不可以改成这个晚上很冷清？比赛哦，那我就要改过来了哦。注意听哦，就是延伸刚才子柔说的哦，听我的中文哦。这个晚上很冷清，谁是主角？对啊，这个晚上后面加什么？哇哇嘿，所以可能有鲁啊，皮尤那，皮尤，皮尤那嘎那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同意思哈？再讲一次，人家顺序是按你把那个边管理在一起哦，懂意思吗？可以哦，好，那 O 前面是不是懂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后面是 O 换一个意思哦，告诉你后面是加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先前有说过哦，什么叫做贴型？屁股有贴，对吧？哦，什么叫拉型？屁股有拉。好，那我把东西再汇整给各位一下哦，因为这先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帮你整理过了哈，注意听了哈。注意看哈，我们之前说的一型是不是一种，是不是形容词的一种？对。那屁股有一的形容词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什么叫拉型？拉。屁股没有一的。没有一的形容词。对吧哈？没有一的形容词哈。好，那什么叫做贴型？我们上次有说过哈，屁股对不对？那我有明确讲，它叫做动词跟动词的连接。OK 哈。连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贴形是连接哦，所以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贴？代表它前面是个动作，这样可不可以理解了？所以来，那叫照，它是个动作啊，所以什么意思？然后有哎，照亮，照
我照你图可以？不行嘛，哦，啊，电灯照我图可以？哎，可以的，电灯可以照我，不能照你嘞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好。没有灯啊。好，对，没有灯。那注意听我的中文哈，哎，小灯照亮了我的人生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这都可以了哦。啊，我照小灯可不可以？不行，小灯也不能照我。但是它这个，那怎么用？就用中文去看哈。所以照可以变成，它是一个无形的 ，OK 吗？好，那推拉系列就是照哈，怎么变过去不管它，它照亮什么？照亮。往前翻。照亮这个月，照亮这个月。不能用这个。照亮这个，去照亮。冷清的这个夜晚，对，照亮的冷清的这个夜晚，安利看哈，好。那后面老师有个一努 no 我先拿掉 ，no 我先拿掉。这个一路哦，它是一个动词的变化，它是动词原形，它其实就是 imas， 对嘛哈？我们上次有教过动词原形嘛，对不对？来 ，imas 是二类动词，变成原形变一路，可以哈？好，这个没问题哈，一路哈，好。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一路叫做有？怎么在这边？来，它有做文，它有做动词的变化。imas 如果前面有一个 t， 有看到 t 选 t 吗？它就变成一个特殊的文法，叫做现在进行式。所以它正在干嘛？正在照，照什么？冷清的这个夜晚，可以哈、哦。那我可不可以说小珍正在照亮我的人生？可以哈、哦，所以有加后面那个 take imas 就变成 ing， 啊没有 ing 就只是一般动词的那个动作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 kiyonaga na kono yoru wo terashite yu no， 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在我们的歌词里面，它不是一个很有礼貌的讲法，所以它没有什么疑问句啦，这些标准符号。那我怎么知道它是疑问句？有时候用它的语调往上提，你懂意思吗？有没有看到我后面给你一个问号？问号说唱歌的语调就这样，哎，要往上 ，OK 吗？推拉西的一路 ，No， 这样 OK 吗？这也是如果没有问号的标点符号，但是歌词要有，不然你不知道它的语调，这样可以理解，可以哈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今天再教一个哈，等下就交给我们黄老师来，那带大家唱歌哈，来，注意看哈，这边一个咪，好，这是个咪。刚刚我们有教过你是不是地点你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助词是看前面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盐业？这是字文字哦。有人知道是盐业什么意思？说话言语。啊？什么叫言语？我听不懂。讲话的。对。国语有没有？国语讲不清楚，来。讲话的。不用翻译，翻译好了，我跟你说哈，我教你怎么看这个字哈。这是写在叶子上的一种画。好，我先讲一个哈，写在叶子上的一种画。啊，日本人是这样看到这个东西的哈，因为日本有文字已经大概是一两千年前的事情了。啊，然后他在中国看到中国人把字写在树叶上面，因为那时候没有书嘛，对不对哈？好，哎，我在想，啊，是拢平常时讲的话啦，讲的话，啊，会加音呐，会传流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话，哦，这很常出现。对，这就是话，啊，话不能听无，可以说话啦。好，再延伸，它叫做单字，它也可以变成语言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、哦。所以口头吧，很多种含义，第一种叫做语言，可以哈、哦。啊，垃圾话就是垃圾的话，这样 OK 吗？好的话。就是好的语言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、哦。我们之前有教过一句话，就是阿达玛瓦路伊，对不对？他刚派去哈，他叫做阿达玛，那瓦路伊就是啥？瓦路伊就是啥？不好。再讲一次，阿达玛瓦路伊什么意思？他刚不好，所以他刚叫做阿达玛，那瓦路伊就是什么？不好。那瓦路伊口头禅呢？不好的语言。就是让三威啦，拍一拍威啦，就是个台语啦吼。啊，国语怎么说？不好听的话。哎、欸，不好听的话，所以瓦路口头巴掌 OK 吗？好、哦，瓦路口头巴掌，这样可以理解的，可以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口头巴知道了哈、哦，是话。我问你这个你，
问你哦，这个你可不可以当作地点？我们想哦，语言化可不可以当地点？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。那到底行不行？我们测试来。我刚刚说过，地点要加里跟上，对不对？好，把它放上去，在什么？在语言里，在语言上，可不可以当作地点？哎，可以哦。所以不是说它是什么用背的，是用看的。好，来语言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我跟你说，这个在这边不当地点，当对象，当对象。好，为什么？注意看哦，这边有一个耐心的耐，有看到吗？有耐心哦，看到哈、哦。类型呢，跟各位说，它叫做否定。好，天型叫动作的连接，好，耐型叫做否定，他型叫做过去式。来，我帮各位再练习一下，让你增加它的概念。好，最广哦，最广哦，等一下哈、哦。来，这个叫做吃过，可不可以看得懂？可以。可以了哈、哦，吃过哈、哦。好，来，啊，这叫什么？不吃，哎、欸，没吃不吃，可不看得到？可以哈，跨物了哈。来，这叫什么？不买，没买不买。我是不是看屁股这两个，对不对？哦，跨加德二哈，来，这个啥？买，是不是很容易理解？好，所以 Dicky Nine 虽然他用拼假名写给我，我看不懂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看到后面 Nine？ 那叫什么？没有，好，它是个否定，对不对？是否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要看 Dicky 跟否定合起来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 Dicky Nine 好，我不要跟你讲，我要动作给你看。比如说，哎、欸，淑慧，我最近吼、哦，股票迄个红那尾股是跌趴哩啦，最近袂歹啦，几十个趴起啦，啊，佫欠几趴，几十趴，啊，你买出无钱，你知道嗎？你看这个两三千万好啊无？来，等吼，我今日来问吼，你甲我回答 Dicky Nine。好，所以来淑慧，你看借我两三千万无？哎，你跟我什么意思？没赛了哈，没赛不？不行，不行，所以不行叫什么？没听到。哎，客气干好了，你刚交流上去吗？没听到。我这个最好分没听到。所以没听到什么意思？不行，不行，不是没有哦，不行。所以你空的要五一百一九。好，所以语言可以这样套出很多话哈。好，没听到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行哈。好，注意看哦。注意看哦，我们要延伸出来哦，来，这叫做阅读知识。他的对象是谁？对象，他是对象咪哈，他的对象是谁？是语言。然后后面叫做不行不能，对不对？合在一起叫做没办法变成语言，我没办法转换成哪个对象？我没办法转换成怎样？语言，哦懂意思吗？我先给你提示哦，它名是对象，后面是不行，所以它不能变成的对象是谁？语言。所以来用国语怎么讲？听懂了哦，歌词听得懂了哈、哦。它、变成中文怎么说？不知道怎么翻译成中文。难说，言语难说，还真的好难懂。再白话一点。难以启口。难以启口。不对，不是。哎、欸。哦，难以启口可以。对，说不得嘛，没办法表达。没办法表达，我说不出嘴了哈。难以启口，表达出来。我已经爱你爱到不知道怎么跟你说了，哈、哦，对，我只用行动，其实这样把你娶回家，好，把你娶回家，这样可不可以理解？所以很多话你得听呢，就是我不能跟你讲话，我不能讲话给你听。那也可以用成说难以沟通吧？也可以啊。可以哈，口头吧。不，要看状况，要看状况。口头话你得听呢，比如说好了哈。欸、我最近哈、哦、看到一个案例、哦、是真的哈、哦，我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，昨天天卡了一直考，一直考，一直考，考啥你知道？啊，老师，伊甲我讲，老师，我今仔无在上你的课，心情歹，伊甲我讲，我讲你啥心情歹？伊讲我从细汉带到大汉的孙，去用囝带走去，讲安尼啦吼。啊，这什么什么状况？伊就讲吼，伊囝有家暴习惯，吼、哦、爱讲伊孙，怕伊孙。啊，所以师傅还跟伊打多少？啊，就是现在从外国喊的。啊，最近这好先生的闺女吼，等来跟伊讲，就是从造孽。啊，阿妈看我孙艰苦嘛，都无得上课，就是安尼。啊，一边讲我要听吼，一边靠家安尼，你知道？好，那我听到这个感觉之后，我就只能说，口头把你给听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儿子被家暴会打的。那他，我这学生律师局对他妈妈吼，有申请过家暴跟警察通报了。伊老公警察来一届，我来一届。
哦，天的时候，这时候我的感觉怎样？我突然被天爱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封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很特别封杀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的只啊，我的麦克，我只做嘛。我看电话，我律师，你哎啊，这里我的叫蛋饼，没事。我外公，没事，你打电话做，我你怎么会学生小？因为听了真的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跟律师同学，你不要用商业的模式去看这些案件。东北男，你做律师，你很多这种案件的，这怕他经常丢哦，我见丢没有哦，这个我这两天再帮他处理。那我介绍给我律师朋友，跟他说，那没办法，但是你不要这个案件，因为是我自己学生啦，我马上阿爸啦哦。你如果要接，你就真的要把它处理好。另外有抬头，另外有立功，做好你抬头去走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律师每个案件都放感情，是不是很累？对，对，比如说如果这个学生如果真的愿意请你来做辩护律师，你就多花点心思。啊，钱我给老较济，因为吼，我讲你要爱囝还是爱孙，贵为同爱孙，这个教感不好，爱对啊，你要爱这孙大汉，不要变成社会败类的话。你一定要把儿子给干掉！我坦白跟你讲，真的，你这样就不好啊。那就是抓紧，抓紧。一年两年关，不关这件事啊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就跟律师同这样说，我要盖小用心理活力，我们尽敢扣。所以我还是那句话，扣多把你得听耐，这样可以懂意思吗？所以他就是难以启齿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哑口无言了。所以哑口无言可变成扣多把你得听耐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好来，再来。好，过来哈、哦，那姐来哈、哦，我们先讲这个歌词就好了。来，再来哈、哦，注意看哈、哦，有没有看到 Kono？ 好 ，Kono 没看到，有哈、哦。你说老师啊，这个我们这个叫做形容词，感觉像是对不对？那其实哈、哦，你感觉骗你知道吗？他骗了你。这个哈、哦，其实叫做想法，好、哦，它叫想法 ，OK 吗？那 Kono Omo 怎么翻？这个在内观市场是有看过，好，那嘎就是一个助词 ，OK 吗？可以哈、哦，好，那我跟各位说哈、哦，刚刚我们有介绍这个 O 对不对 ？O 它也是个助词，从后面往前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嘎这个嘎跟 O 是相反的 ，O 是由后往前翻，所以嘎是怎样？由前往。哎，顺着翻，这样可不可以理解？好，这样是懂助词的概念的。然后我再偷偷告诉你哦，这个嘎能干嘛？这个嘎会让前面的名词好去做后面的动作。再讲一次，嘎除了顺翻，它还有一个功能。那前面的名词去做后面动作。我举个例子给你哈、哦，我举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哈、哦。举个例子你就感觉了哦，像那哈，比如说先生嘎，先生嘎，寿司哦，食べます。注意看哈、哦。来，有没有看到这边有嘎？嘎是不是要前面的名词会去做后面动作？所以老师去做了一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注意看，有没有看第二个 O 是不是从后面往前翻？对吧？哈、哦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老师在干嘛？老师在吃寿司，老师要吃寿司，大家都看懂了，可以哈、哦。所以这个嘎就是会让前面名词做后面动作 ，OK 吗？好，看得懂了哈、哦。所以来，注意看哦。言葉にできないこの思い，意思没办法讲出口的这个想法，要去做下面的动作 ，OK 吗？可以哈、哦。我已经心里习惯不阿多那，不阿多共转，这个想法已经没办法讲出来了。那他要干嘛？所以我这边切断是告诉你，助词可以当一个切点 ，OK 吗？好，注意看了、哦、哈，这比较难一点哈、哦，我简单讲一下就好哈、哦。来，注意看哈、哦。这边有没有看那个又？有。好，又叫做好像 ，OK 吗？又叫做好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注意哦，好像又可以翻成另外意思，叫做希望。它有两个意思，希望。你如果过跨年哦，我们现在是几月？八月快九月了哈、哦，还有三个月是不是要过年了？这时候你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人在写希望什么？后面就是写有你，哎，我希望啦吼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把它当成是说哦，什么什么好。哎、欸，我希望我他变好嘅啦吼，我希望我他安那多那，我希望他胜出啦吼，希望对不对？好，注意看哦。好，来有没有看那个安那达？有，就是你，这没问题对不对？好，再往前看，有没有看到第四只呢？
那是什么东西？那形容词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就是一个形容词。那大切就是这个宝贝哦，就是这个宝贝哦。来，这个叫做重要的。好，所以来，这次那阿曼达怎么办？重要的你，对，这块五了哈、哦。重要的你，好，可以吧？哈，好，重要的你，啊，有没有看到一个？这边有个 A。它是一个助词，有看到吗？它、啊、后面是一个偷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两个助词合在一起，它是一个特殊用法，应该这样说，也不能算特殊啦吼，一起后边一组，哦，这些后边是一组，它是单独的一个吼、哦。来，这个 A， 你买点这点一下，其实你个看到啊 ，Tokyo， 这个念 A 两不念 K 哈、哦，这是跟蛙一样特殊读音 ，Tokyo A 就是往东京，哎、欸，啊，这 A 往哪里？的你嘿，这个 A 有点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写信的时候不是给谁的一封信吗？这就是给他，懂意思吗？那 A 就是给某个人的概念，这样可以吗？本来是开火车嘛，开往东京，开往上哪台北，有没有？啊，假设把信当作是一个火车，寄往哪边？寄往你或寄往台北，有没有？的概念可以吗 ？OK 好。好来，后面这个字，请猜猜看，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丹尼尔，这个字什么意思？画龙三虎嘛，哦，好，因为这个不是中文字，这叫做送达。传达。哎，传达送达，注意哦，有希望要从后面往前翻哦。它的翻译是这样子，你要从后边来哦，因为有希望哦。来，希望传达什么？重要的。传达给谁？重要的你，对，所以大切なあなた A と可以哈、哦，届きますように，这样 OK 吗？希望可以传达给重要的你，这样 OK 吗？可以哈、哦，好，来，我让各位看听一下歌词，我们等一下请王老师来给咱嘎妹来唱一下，好，来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